在这里啊，迎娶25位烈士英灵的遗骸，335件遗物啊，荣归祖国。我和使馆的同志们来这里呢，为烈士们送行，并向他们致以深切的缅怀和最崇高的敬意。我在这里呢，也仅代表所有在韩中国同胞对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敬意。在此次335件交接的遗物中啊，有一件呢刻有人民字样的钢笔尖儿，十分令人动容。13年前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们肩负人民的重托、民族的期望，浴血奋战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，迎来了山河无恙、家国安宁。3000里江山忘不了你的模样，祖国和人民永远牵挂着这群最可爱的人。自2014年起，共10批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已经魂归故里，我们对此呢感到由衷的欣慰。我们将永远铭记志愿军烈士的丰功伟绩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，在外交战线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，做出我们的贡献和努力。